老鼠屎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我觉得用老鼠屎来形容喷子不太合适啊，我们要讲文明，不太合适，因为你这个是在侮辱老鼠屎。感谢肥肠里面知道是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哎，你卡了？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感谢606118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全军出击，明天变100，我正在考虑，因为200感觉不合适，不合理，做事要讲究的是合理。感谢606118，感谢肥肠吃道士送上的飞机。可以。咦，他开了疾跑，嘿嘿，掏你一下，哎，你掏我一下，我掏你一下，哎，掏不到，哎，想开疾跑一波打我，他带的是多兰剑，骗他 Q， 没骗到，我靠，有点伤，哎，舒服，挡他一个强二自残打击，完美，我有踢。暂时不跟他打，打不过。他有自残打击，我得有攻速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舒服，没掏到。我有 TP 的，啊，只要他第一波赚不了。哎，嘿嘿，哈哈！哎呀，舒服的呀，我跳战马好了。强杀搞这个东西，胆子太大了呀！现在的小青年，强杀我贾克斯。感谢聪明机智的蒙叔叔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感谢蒙叔。搞了个红 buff， 搞了个医学，太爽了！我还有 T， 我宣布这个诺手崩了。我宣布他崩了，真的崩了，舒服。我正好反击风暴好，感谢蒙叔的飞机啊，谢谢。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 ，OK， 这个线他也控不住，而且我还有 T， 我这他买了两个多兰之刃，看到没有？他要跟我刚一波，上把十几次，上把十五次，加上涨上3000、4000，行，先来一个1000元红包，1000元现金红包，还有3000元，小心。我有红 buff， 太好了，想拉我没拉到，这波小兵多不跟他打啊，他没药，
1000元现金红包，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无所谓，在塔下。哦，很烦。这个疾跑有点快啊。哦，有踢，没事。我又回来了。不行，他这个东西能拉我。还好有踢，并不是很伤。感谢向风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好，赶快投一层塔皮，差不多，舒服。忍者族去，移速很快，我要当心。但这波线会。会过来，我这把可能要出水银血，他没有闪，疾跑好的比较快。这个线很好，过来了，等我到中期才能打过他，因为他的技能很克制武器打击。偏他外旋刮，哦，他七级了，对不起，拉不到我。移速很快，好，安心打钱，这波兵能补很多。好，我感觉他要死了。不用怕，我在。不行，他这波出来的太早了，我没招啊！你给我问号没用啊！你出来的太早了呀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一、二。对不起，红 buff 交出来，我还有闪，你拉我没用，我是有闪的，拉我我依然跟得上，舒服，红 buff 到手，我武器大师只要是优势，那就游戏结束了，诺手优势倒还有的打，我这个东西有装备很恐怖，再吃一层塔皮，一个红 buff。还可以再吃一层，完美。把他们也换上。他瑞兹来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1700块，很肥。先来他一手耀光。增加一波我的输出，再来他一手攻速，吃了两手塔皮，
这波红 buff 马上消失了，我要跟他打一把，他没闪我有闪，一波能追死他，这波可能要回家，他没有药，他疾跑好了，我肯定是一波杀不掉他，他能跑，他没事。虽然反击风暴没有晕中，但是有红 buff， 趁着这个红硬追，舒服，再吃个塔皮和医学塔，三项够了。这个塔吃一吃，不吃了啊，这个塔留着，不然这个线就会过去。虽然是医学塔，但不着急啊，随时可以拿，随时可以拿，我三项够了。好，起飞，再来个红宝石，我三项喽，这就厉害喽。8-10，小优，小去中了，看来我这个医学塔不拿不行了，把他医学塔拿了，又收个头。这波收两个，很好。躲草丛里面，如果他一个人过来的话，我可以阴手。看他推到什么位置，这个位置杀不掉。嗯，这个尴尬，这个位置我要跳过去才行，等他最后一秒。不行，他没跟，他要跟他死了，跟的话我就冲塔了。这个状态我跳过去冲塔的话，他如果没有双招的情况下，这个塔能把我打死。换是肯定不跟他换啊，我有换的时间，我都能，咦，我都能打钱了，1400，青龙偃月刀，来一个，这个东西现在很厉害。很适合贾克斯，我再吃个红，哇，太凶了！感觉不好打，要被收割了，完了，被收割了，继续。有来有回。但我装备好，这把我能 C， 交给我吧。我现在发育啊，等我的这个装新装备做出来，新装备很适合贾克斯。这个线不能带，这个线带会很危险。但我可以把他这个蓝给偷了，看能偷得掉。看到了，
给发现了，但他这个状态不敢找我，宝石满血，他居然还在打这波气，你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一点？我靠，在这回为啥不在那个草丛回呢？在我就有追杀距离，这个伊泽瑞尔要死，不行，他往那边走了，算了，推他一个塔。恭喜九伴九五百七获得1000元现金红包，我现在无敌的，我现在无敌的，但我要继续发育啊，我要保持发育，我这个英雄比较吃装备，等我两件套，我转角看能不能遇到他，他可能会过来，果然不是我所料。逆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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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嗯，诶，科比，巅峰科比，你不会要杀我吧？你不会吧？你不会吧？你要杀我？你不会要杀我吧？哦，他有闪的，我故意给他戳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波我是故意给他戳的，但是第二波不是故意的，我第一波给他戳，我是故意让他来跳我，所以我没有走位，但他有闪，因为豹女是不可能杀掉我的，只有我秒他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在勾引他。哎，这波真的是失误，失误失误，这豹女还不知道我的输出有多高，她搞不清楚，正好加上我勾引失误。这波好烦，看来我不能小视对面。还是不应该勾引，但我会复仇的，此仇必报。会不会过来？应该不会。好，需要支援。你知道我伤害有多高吗？你恐怕搞不清楚。我开了大招之后，我的 CD 超短，攻速超快。我现在大招可不是防御技能，可是主动技能，因为配上我的青龙偃月刀，900块。舒服，很好。这波他们集结了，这个塔没了。杀他死了，你没好，一好把他秒了，我无情连打八级啊，八等八层，嗯，无情连打八层啊，这 Q 居然砸死了，砸不死他就死了，无情连打好了，现在一个打两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很轻松。他们想风筝我，但是我的跳斩不允许他们风筝，这波龙他们敢抢，
不太可能的。豹女有个秒表，来，这个龙不能让他们吃掉了。我们现在是优势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还有一个没血的，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呀！啊，白跑一波，龙没了。上塔还掉了，算了，把他这个蓝吃了吧。这个三郎这里可以蹲一下，没有闪现，差一点。这里有眼，闪现差一点，我靠，好烦。血手还差一点，没血手扛不住，我有血手。不好上啊。哎，可以，这一波吹风完美。打不过，哎，这个吹风又可以，这个不行了，打不过了，我不在打不过呀，怎么能打起来了呢？这一波他可能会来这个位置，晕住，一二三四 W 十跳。两个终极，舒服。我现在这个青龙偃月刀一触发，那这不是开玩笑的呀，这太猛了，猛如一匹虎，直接2200。他豹女灵活，我也灵活，我跳斩好的快，40 CD， 平 A 还能减少我的冷却。来，搞起来！大龙，可以搞。开大招，加攻速，一、二、三，追五。晕住，一二三跳追跟秒掉，差一丢丢都得死啊。跳 A 红 buff 追 A 又好了，一二三跳过来，一二晕住，四五晕住，全部都得死啊。没错，战神贾克斯青龙偃月刀直接打投降。太猛了，这个装备一出来太猛了。